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oshua 陈伟恩。今天我想教大家做四个很简单的运动，在家做，在 office 也是可以做，很简单的。如果你穿牛仔裤也是 OK 的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 squat hold， 30秒。所以你的脚要 shoulder width apart， 30秒。这个运动很好，因为可以练你的屁股还有你的脚。这个叫 dish hold。所以主要是你的背不要动到地上，只是你的腰而已。下一个是 bridge， 我觉得大概应该蛮熟悉的吧。但是这个我们要 try 不一样的，就是你要用右手动你的左边的肩膀，然后左手动你的右边的肩膀，这样子。最后呢，是主要给男生的，这个难度可能高一点点，就是 diamond push up or tricep push up。 So 这个运动主要是你的手要三角形的这个 shape， 然后放在地上下，这四个运动我觉得很简单，很方便，在哪里都可以做，在十分钟也可以搞定，所以希望你们会喜欢而且会实用。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打泰拳，因为有时候我烦的时候还是不开心的时候，可以在这个 sandbag 发泄。OK， 跟你们分享三个简单的 health tips。首先就是尽量喝白开水，要避免含糖水，比如说汽水啊什么之类。第二个就是有足够的睡眠。第三个就是常常运动，找机会运动吧，比如说搭脚车啊，找机会走楼梯啊，这些都是很简单的 health tips。有些朋友们做运动一下子会放弃，但是我的秘诀就是首先一定要踏出门去健身房，因为你在健身房了，你很自然的会做运动，不然你就白费了嘛。第二个就可能可以约朋友一起去健身。此外，如果你想挑战自己的话，你可以报名我们的比赛。Are you tough enough？ 你可以在心跳.com/RUTE 报名。拜拜。